古蜀国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的消失，它的出现也是众说纷纭，各种上古神话传说都有提及，但传说就只是传说嘛。已知的三星堆、金沙、宝墩考古证明了距今3000至5000年的古蜀国存在。那么更早呢？已经没有具体的文字能记载当时的情况。这是一个古壁画，在90年代初被发现，具体在四川的哪里被发现已经不可考。据说该地发生了地震，发现它的人也无法找到。这种祭祀仪式和已知的古蜀文明都不一样，可以看出壁画上记载的文明程度很高。但是据发掘时的鉴定，这幅壁画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留下的，所以我大胆猜测，壁画记载的场景是来自距今7000年，甚至是更早的文明。哇，太倒霉了！是啊，陈博士，为什么你这么肯定这个史前文明的存在啊？很多神话传说都是无法解释的，但是古人为何会留下这样的传说，事出必有因，只是我不愿意面对而已。那您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是不负责任的猜测，还是有依据的呢？肯定是有依据的，这是我现阶段的研究课题，不方便透露。好久不见了，陈博士。演讲很精彩。陈博士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各位有意见的话，可以去我空间留言，但是我现在拒绝回答任何问题，谢谢。博士再见。看到我，你不必如此紧张。现在我已经没办法再妨碍你了。你的课题一定进展得很顺利，相信离你的目标也不远了。只是希望你不要忘记，科学不是你可以用来玩弄和利用的工具。我想蔡博士还是多关心一下自己博物馆的工作比较好。至于我研究的对错，时间会证明一切。陈博士，你好。啊，你好。我是陪萱萱来的。啊，她有些事要找你。让你们久等了。你说陈博士值得信任吗？看起来还好吧。我觉得他知道很多事情，他会愿意帮我吗？你可以试试，不过也别说的太多。王宇，6号桌曼特宁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小姐，您的咖啡。啊，谢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的 WiFi 密码是多少？黑天小写拼音1234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您慢用。哎，等等。你是不是前天去听过陈学静的演讲？哦，我记得你，你也是研究考古的。是啊，我以为你是陈学静的学生呢。你看起来像初中生，所以我有印象。我只是随便去听听的。有兴趣？这是我的名片。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可以找我。有问题，有问题。怎么？是有问题，最近跟你聊天的客人与日俱增，你要抢我生意啊？没出息。有点面熟啊。这种有学问的姐姐是看不上你的。好了，怎么又吵啊？真是的啊。这是他的名片。三星堆博物馆。最近我身边一下子出现2个考古博士，你说这是巧合吗？是挺巧的，但他们看上去不像是坏人吧。坏人脸上会写坏字吗？
相逢以前别绕道，等你给我个拥抱，安抚不安的心跳，别担心我迷糊会跳错了频道，说到做到奉陪你到老，向世界发出最后通告，谁能这星球都觉得我太吵，只要你纵容我的胡闹，你的心藏在哪一座岛，能不能给我一个坐标，小心翼翼祈祷。喂，按你的吩咐做了，他现在应该谁都不信任了。很好，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说？他知道的越多就越危险。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咖啡礼仪。看到了吗？你也来喝一杯。哎，婷婷，首先呢，勺子搅拌完后得把它放在盘子里，手呢不能穿过去，得像这样拿，最后如果烫你得放在旁边等它自然冷却，千万不能吹，不然很失礼的。要不要这么多讲究啊？我喝星巴克都很随意的。那你去星巴克工作呀？哼，客人可以不懂，但你身为员工必须要了解。牌子摘掉，继续营业。好香啊。那对了，我给你看样东西。你看看，这个是你在梦里看见的，这个是在博物馆里拍的，仔细看看有什么区别。嗯，哇，一个有花纹，一个没有。对，对，花纹的区别。为什么会这样啊？根据陈博士的理论，可以这样想，你在梦里看见的那个太阳轮如果是真实存在的，那它的历史就应该在这个太阳轮之前。
萱萱，如果有天爸爸不在了，你会不会去找爸爸？会啊。傻孩子，到这个地址等爸爸，爸爸会回来的。爸。我母亲留下的研究资料里提到过一段古蜀国歌谣，我也曾在陈学静的办公室里看到过同样的资料。据说对祭坛最早的猜测都是源自这段歌谣。九天之际，魂乎无望，祭以神血，常无绝终。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突然想到了一些事。我以为你睡着了呢。这首歌谣出自哪里？一本古籍，他们都没有提过名字。哎，现在要找简直是大海捞针啊。有个人那里一定能找到。陈学静。我们说的这么高大上，简单来说就是导演用来。
今天你在我学生面前难为我，让我很没有面子，我很知道。只不过是拿错剧本啊。哼，反正不是正片嘛，怎么样都无所谓了，不要在意细节嘛。好吧，你想怎么决，我不主动。哼，我这杯咖啡是彩色皇上精选咖啡豆，由上等咖啡师精选，经过999天，泡出只要99泡。嗯。我手上的咖啡，但是他没有加糖。怎么能不加糖？这么邪道！我输了，但是都导演，这是不是太敷衍了？当观众是白痴吗？但是豆腐脑一定要加糖。邪道，闭嘴吧！哼。用的是同一款表，那么这款表到底是